是吗？这么严重吗？我这就出门啊。妈，你干啥去啊？单位有点急事要马上回去一下。哦，喝啤的白的。烤串必须配啤。不是不让你出去喝酒吗？今天这个局儿我必须得到场。今天这个局儿老重要，没有我真不行。站着呢，我给你俩点零花钱，你俩出去吃点好吃的。啊，行。那放糖的他都瞎划了。这么的，我给你俩出一道题，你俩要谁答对了，我就给谁这个钱。啊，行。一斤鸡蛋5块钱，那5斤8两的地瓜多少钱？啊？这啥题啊？他都不会员问我。二斤鸡蛋。好好说。7块。妈，你看着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。啊？为啥？谢谢阿姨。我们在看星星，看星星，看星星有几颗。